在江苏南京长江路上，有个叫梅园的地方。70年前，有一个人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，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来之不易的和平，入住此地，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艰苦卓绝的谈判。至今他的铜像仍然高高的矗立在那里，音容宛在，容别难忘。40年前的今天，这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永远离开了我们。Thank you.